哇，小七好，我是阿祖，你好，你好，你好，哇，马上就要来到直播间了，现在心情怎么马上样？就要来了，最好大家倒数十个数，倒数十个数，十个数好像都有嫌一太点久了，点，倒数五个数好不有点好？久了，五、四、四、三、三、二、二、一，一，哇，欢迎小七，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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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链接。今天是54321，哎，小七来了，对不对？像小七只有一个，小七只有一个。是啊，先跟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好，我是小七的美云。哇，欢迎哇！我觉得你很娴熟哎，我娴熟吗？就感觉你好像每天都在这里上班的那种感觉一样。哎，我也想要经常就是在直播间给大家，是不是？那你是这样，你平常是会看直播吗？我会看直播，我最常看的是就是吃东西的，就是不是吃东西直播，就是那种零食节啊，或者是什么好吃的那些聚会。今天我们这你吃了没有？刚才递给我，我说我。先上班，先上班下班之后再吃，我就怕吃了一嘴奶粉，或者是吃的就是口红，那这个你一定要尝。如果你是喜欢吃零食，一定要尝这个，特别好吃。我们直播间宝宝很喜欢这个啊，奶枣是吗？对，奶枣。然后你说自己平时比较喜欢看这种零食节呀、啊，对不对？其实年货节我们也会有很多零食的带给大家啊。那你其实有没有想过说，哎，自己也做过直播或者尝试一下这种？之前有做过，就是。类似就是嘉宾的形式，嘉宾啊、嘉宾的形式。所以今天看得出来，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不满足于当一个嘉宾，是不是？我感觉你就坐在这非常镇定。我已经把我的所有的宝贝们都带在这里了，都准备好。那这样准备好，今天没关系，我给你当小助理。然后呢，你今天在直播间，接下来先交给你，你把你带过来的东西全部都介绍给大家，就你就是主播。OK， 你今天就是主播赖美云，好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 title 稍微有点重啊。我今天来这个直播间也是希望就是跟大家能够分享我觉得特别好用的一些东西，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也觉得好用的情况下，就像闺蜜聊天那种感觉。哎，对，那你现在先给各位闺蜜介绍个啥？那我们首先带来的稍微有好物了，立刻举办了，举办了。那大家应该肯定很熟悉嘛，就是像是我的粉丝，我的小面包，他们应该都知道我代言了我们的海信15系列的社交电视。然后首先第一个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生活好物呢，就是这一台海信的这台双 AI 智能社交电视。将将将将，它已经在身后了。是的，哎，小姐可以往这边稍微坐一点。往这边，前面这个机器。OK。现在大家能够看到这台社交电视，就像是刚才阿祖哥说的这样，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部电视，就是它是一个属于就是你在家里，你有这台电视，你就可以一直待在家里。对，而且手机有的时候真的可以放下了，对不对？对，因为其实我代言这台电视之前，我就是那种低头族。因为在家里也是这样，对，玩手机就玩手机玩到后来就是颈椎出问题。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是，以前有一段时间啊，就各种各样的文章都说啊，说放下手机吧，说回去跟你的父母多聊天吧，啊，因为那个什么他们很需要你的陪伴。结果后来发现父母也拿着手机，因为现在大家都离不开手机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这台电视它就可以放下手机，是对，像刚才的话，我们就可以视频通话，然后它最多同时能够6路视频通话。哇，那就是但凡你有这台电视，或者是你有那个 APP 或者软件，然后呢你连上手机就能像我刚才跟你这样子，我能打电话给这台电视，然后就大家一起接。对，所以你在所有地方的就是亲人啊朋友啊都可以用通过一个电视，就你知道有的时候像看那种大片里看那种大的视频会议那种感觉，在家里就可以了啊。是的是的。除了这个互联的功能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功能？这个电视先说功能之前，我就必须要再找一位我的好帮手。你今天真是做足了准备来到这里的。那必须啊，就是我既然要给大家安利生活好物，那我肯定要带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帮手。让我们接下来有请海信电视海信电视像科技电商总经理明伟汉明总。欢迎明总，欢迎明总。Hello， 大家的朋友们，来 ，Hello 阿祖 ，Hello 小姐，我们现在到电视后面来，在电视前面就好了。在电视后面，电视前面。那我们这个65寸的电视，那可是能把我们三个都挡完。那刚才不是说我们电视能够视频通话吗？然后这台社交电视它也能够拍照。所以我觉得可以让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拍照的功能。试一下拍照。好，拍照功能。这个功能其实
过年期间我们能用到很多，比如说在家里你用，因为我们有这个智能的摄像头，然后包括它拍照里边也会有很多其他的功能，那我们可以尝试呼唤一下这个我们的拍照功能，海信小聚，海信小聚，我要拍照，我要拍照，可能有点卡。我们的网络，因为现在我们网络主要是在给我们的那个信号的传输。海信小聚，我要拍照。好，现在打开了，就是一般电视它是没有拍照功能的，然后咱这台电视它能拍照，而且它在这个位置就有一个摄像头，对，你看它已经是自带的。我们摄像大哥的脸都出来了，它就会自动识别，对不对？对，它能自动识别人脸，然后还有个非常神奇的功能，就是能解放双手，你可以不用这个不用遥控器，你也能拍照，就直接拍吗？可以，我们可以喊茄子，我们可以喊。哎，刚已经拍了。对，他喊茄子，只要说出茄子，他就拍了照了，对不对？说茄子和比耶。哦，比耶都可以。啊，哎呦，这还得随时做好准备。来，你重比一个，这是我都没有做好准备，来再比一个。重新拍。哦。你看，这样就拍好了，拍好了。这边呢是个大合影，会有一个二维码，然后我们用手机去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呢，就会用手机把这个照片保存下来了。哦，就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有个二维码，就在对不对？啊，非常方便。哦，这个很好，可以直接保存到手机里面，对，全家人可以一起玩啊。这个摄像头它还会很有很多，比如说魔力秀啊 ，AR 时装啊，包括很多魔法道具。对对对，像女孩嘛，就拍照会喜欢，就是如果是素颜拍的话，稍微。会有一点点有点介意的话，你可以使用它的美颜功能。有美颜功能，它有美妆，有美颜，然后还有各种。你好可爱啊！很多魔法的道具。我强推一个，我强推一个贴纸。明总借一下，我强推一个贴纸。小七有一个特别喜欢，一直很喜欢。对，我家里就是这一台。你喜欢哪个？找到了，我最喜欢这一台。看到这个位置的小七吗？我最喜欢的特效就是。是哪个？忧郁小。就变成小花了，对，哇，是不是这太可爱了吧？我觉得还挺。大家看我们远处的导演，远处的也识别到了，只要在这里，超可爱的，也是毕业，对不对？特别就是过年的气氛。哇，你看明总，你看这边太可爱了，但凡是脸对，但凡是能识别出来的都特别好，特别可爱。你在家里可以大家坐在沙发上，然后就不用有一个人拿着手机去拍照，大家可以一起拍全家福这样。而且你想嘛，就是我们这个电视，它这个摄像头它非常的广，它能够就是把你在沙发上十几号人它都能拍下。那我们这边对面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拍进来，轻轻松松拍全家福，对不对啊？只要来个朋友说来，我们拍个照。就可以拍了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拍照功能。还有啊，其实像我们这两年的春节都会说可能在家里宅的比较多，有人就会提醒了说，哎呀，别一天到晚就玩你电子产品，也得动一动，是不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啊，你真的很懂我。我们这个社交电视厉害了，它有一个 AI 健身的功能。哦，这里面就有一个健身的板块。明总已经打开了。它是什么概念？就是我。跟着他练吗？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智能摄像头，它会识别出来你的这个人，然后它会有一个跟着练，然后我们把这个打开。阿祖哥，你可以就是往镜头前一站，它这里它可以识别到你身上的所有关节。哎呦，已经识别上了。对，然后它就会示范，然后它会识别出你的关节动作标不标准。我以为说只是上面放着我跟着跳而已，没想到它会识别我标不标准。看它这边有准确率，有能量消耗，有训练时间。不是准确率10%，就是这个我就是你就你一直需要去达到那个更高的准确率。对对对。哦，包括它一直会测算你的能量的消耗。对。就等于说，就是你在家里，然后你不用花钱，然后你就可以有一个私教。关键其实现在还是提倡大家尽量的少出门嘛，所以我觉得在家里面的时候能够有这样一个锻炼。像一个家庭私教一样，是特别好的。而且一直保持着锻炼的话，你身体健康素质也会跟上。对，对的，免疫也会提高。是的，最主要的是在家可以过年多吃点东西，吃完才有力量练。吃完稍微看会儿电视，拍拍照，立刻起来开始运动。还可以让海信小聚搜食谱，之前我都有试过，就是搜一些沙拉的食谱，然后就跟着做，就这样。所以有了这个电视，其实你在家里所有的需求，你的所有的衣食起居都可以依靠这个电视，是特别特别好，没错啊，所以蛮好的。我觉得全家人一起很好的一个欢聚的神器，对不对啊？特别适合过年的这种，特别适合过年。刚才我说了六路视频通话嘛，然后它
它还有一个就是视频通话的同时你们可以一起看你们想要一起看的电影啊或者是电视剧啊综艺这些，可以这样，对，然后同步聊天可以，比如说我们因为现在特殊情况不方便导演出门嘛，那可能亲戚朋友同时看球赛，同时看电影，同时看电视剧，然后每个人都打开自己的这个电视，然后 就等于实时有弹幕。你知道吗，以前这件事我们可能只能通过朋友圈来实现，是的，就是你有时候看个晚会你知道吗，就很想吐槽，然后就会发那种朋友圈，然后就等别人来给你点赞互动，现在不用，就一起看一起就可以讨论了，是的，哇，这真的好好，你就不需要说哎呀电视很多很多那个就是电视上是没有弹幕的，然后你又有很多话想说，倾诉的欲望，我有表达欲的，我看东西，我看东西我一定要实时就是发弹幕那种，或者看看有没有弹幕跟我有一样的想法，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找自己的比较聊得来的闺蜜，然后我们就一起哇，怎么这个是怎么会剧情是这样走的，就这样就看电视变得很带劲儿，是不是，就这种感觉，对，家里越来越有趣了，对，好，今天在年货节的时候把这么好的电视带到我们的直播间，价格肯定特别好，是不是，这个据我了解这是我目前就是所知道的海信电视的价格，比我上一次又往下就是创新低，对，应该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会给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粉丝更好的一个更大的优惠，更好的福利啊，对，我们有两个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65，就是65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如果说你的家里呢说空间没有那么大，对，其实你可以用这个55的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比一下大小，好吧？对比一下大小，来，这是55的，然后有65的，来，我们放在这个前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放在前面给大家来对比一下，对比一下。大家如果不清楚这个电视的尺寸呢？对，小七来，小七来，电视大家如果不清楚这个尺寸呢，其实你就看自己家里边的那个从墙到沙发的距离就好，65寸比55寸对角线要多出10英寸。应该多出10寸，然后基本上是家里沙发到墙，到电视墙2米到2米5，你可以选择55寸，然后从这个沙发到墙大概在2米5到3米，你可以选择65寸，是，这个跟大家平时的一个收看的习惯也有关系，就比如家里的老年人可能比较多，本身视力上不太好的时候，其实可以选择大一点的，对，也没关系啊，而且还可以一起玩。那今天的价格很好，因为今天我特意在直播之前我去看了你们的每一个品在现在年货节的价格，那你很敬业，就是因为我想说嘛，大家肯定有这样的问题啊，说那我们直接拍，然后也没有什么满减的活动，会不会说我们这边贵，然后我对比才发现，哇，今天价格真的很好，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这个电视哦，55寸的电视日常的活动的最低的价格是，明总那边吗，对，你站到画面里面去，前一页，前一页，我站这边就好，是3299，这是55寸的，然后65寸的日常活动最低价格是4699，然后他们在年货节的时候呢，每一个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在他的页面里面，你可以来有一个天猫自己的券是减30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还可以再减了300的基础上再减200和250，就是今天减这么多，对，减的超级多，相当于减了500和550，55寸的减了500块钱。然后我们的那个55寸的是减了550块钱，65寸的减的是500块钱，所以减的非常多，那40/5入就等于减1000了都有，哇，你真的很会算了，是吧，确实很棒，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这么说，你的那台是不是买贵了，我那台是所以说买东西要找准时机，关键是下手要准要狠，对不对，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大家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到手价格再说一下哈，我们的55英寸的到手的价格是3049，55英寸的一个这么大的电视，先不说它的颜值，它这么多功能只要3000块钱。55英寸和65英寸，它们就只有大小不一样。对对对，是吧，明总？是的，里面的性能是一样的，跟我们刚才展示的完全一样。功能是完全一样的。然后我们的65英寸，真其实大的蛮多的，我觉得大的蛮多的。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价格只要4499。倒吸一口凉气的价格，4499是就是算优惠券的价格，对，我们就是补贴完，对，帮他，对，已经帮他补贴完的价格，补贴完的价格，这比我之前知道的我感觉都好像已经跟就是对，来，我们的券给大家来看一下，太优惠了，全部都在我们的详情页里面哦，一定要下拉到来，下拉详情页给到我的手机，
啊，直接用这个就可以了是吗？所以大家拍下来就行，对吗？大家拍下来就行啊，拍下来就行。好，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价格有优惠，我们今天还有抽奖，然后还有一个半价抢电视，这个抽奖厉害了，抽奖超厉害。小青，明总都来了，那明总说，给大家直播间的宝宝和粉丝们带来一点福利。第一个就是说呢，一会儿我们一点福利，我们来抽一台，免费抽一台55英寸的这个电视出去。你看云淡风轻，免费抽一台，这送给大家的，不是、哎、我们前面这是送给大家的，这个，来，大家给到这个电视吧，给这个电视。它是今天明总带过来给大家，因为小七来哦，这台电视免费送给大家一台，对，抽奖抽出去。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不需要抽什么免单，直接抽中你就是送给你，好吗？直接送给你。所以大家现在来刷一波弹幕，来刷海信社交电视，海信社交电视，海信社交电视六个字，抽中你了，这台电视你就带回家了。是不是我摸的这台我不知道，但一定就是一样的啊，不会一样好的，是一个全新包装的一台。如果是这台，我可能要单独再收点费用。对，这如果是这台，可能还这台是小七摸过的，是我摸过，有点还得要涨价，这台要涨价的，要全新的。是，我们会给大家来发一个全新的啊，来海信社交电视刷起来，然后我们一会儿我们两位一起倒数吧，好不好？我们就截个屏，然后我们选拍屏上面的第一位。第一位好不好？来，我们拍屏，我们哪位老师准备一下？好，准备一下啊！来，海信社交电视扣起来，我们给大家来免费送这样一台，免费送这样一台55寸的55英寸的电视机哦。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跟你讲，减到不能再低的价格，还要3000多块钱。今天我们免费送一台给大家，免费送一台。来，我们准备抽奖了，海信社交电视扣起来，准备倒数，5、4、3、2、1，拍屏。我们来看一下。这每当这种时候，我都很激动。你知道吗？就主播还要就是念中奖的名单。来，小七主播。不是我。原来是这样。来念一下，第一位是他。嗯嗯，是他哈。对，你要 TB。我和明总一起。没事，你的数学比较好，你来念。啊？那45入他的这个编号要变啊！恭喜这位用户 ID 是。TB454372910的朋友，你抽中了这台海信社交电视55英寸的，哇，恭喜！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第一位哦。你说你在年货节，哦、然后在腊八节这么特别的一个节日，然后你抽中了一台电视，对的，说明什么？非常幸运，说明你接下来的一年你都会非常的幸运，风调雨顺，是不是？常来直播间、啊、是，一定要用这个电视，然后每天搜索我要看赖美云，搜索各种各样的东西来看啊。好，这是我们给大家来说的电视机一个抽奖，同时今天这两款电视在10点和11点。还有一个抢半价的活动，哇哦！就算你没抽中没关系，我们半价给大家，还有抢半价的活动啊！我们的65英寸的电视呢，是在十点之前抢我们的前五名的半价特权，是在十点钟那个瞬间10点钟，我们是抢前五名的半价特权啊！然后我们的55英寸是在11点钟抢前五名的半价特权，所以大家记好今天时间点，10点和11点。管它多少寸，反正记好这两个时间点，能抢到都是半价的价格，抢到就是赚到、啊、所以可以定个闹钟，对，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如果你抢到了我们的五折特权呢，我们会在你确认收货之后给您返5折的价格，55寸五折之后是1999.5元，65寸五折之后到手是2699.5元。我以前就10年前就没有想过这个价格能够得到一个这么大个电视，不可能，我想10年前都是几万，感觉一两万一个这么大的电视。对，我读书的印象就是、哦、好像还没有55寸，就再小一点，然后那个电视我觉得一两万。虽然说现在电视没有以前那么贵了，但是这一款性价比还是极高，真的好高，非常高，就你能想到的功能都有了。对不对？想不到的功能它也有了。嗯，是。好，主播，接下来我们介绍的品是。接下来，接下来由我们这个海信荣升的一个产品讲解的代表，啊，给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海信荣升的冰箱。好的。那我就先撤退了。谢谢，谢谢明总，谢谢明总，谢谢明总，再见，再见。今天带来很多福利哦，谢谢你，谢谢，谢谢明总，今天云淡风轻的带来一整台电视。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接下来移步到这边，我们来看冰箱喽。冰箱，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荣升的啊，这是我们荣
荣盛的一台母婴冰箱，然后它主打的是一个母婴冰箱的一个卖点。母婴冰箱为什么会叫母婴冰箱呢？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我们这款冰箱它肯定会是有一个母婴专属的一个模式，也就是我们可以打开这台冰箱来看一下。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款冰箱啊，里面已经摆满了丰盛的食物啊，就像我们自己家的冰箱一样。小姐姐，你没有外卖？来，我给他拿来。对，它是一个母婴的专属空间，对不对？哦，这个还蛮好的，因为一般的家庭如果说想要买这么大的冰箱，都可能是因为有了小朋友，就有了宝宝嘛，说放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说冰箱不够用了，想换个大的，所以它是个很贴心的母婴的空间，是的，对不对？啊，那这台冰箱呢？首先我们来说它大嘛，刚才讲了，这台冰箱是450升的，可以看到它上面是这么大的空间啊，分了好多好多层，然后侧面呢可以放一些饮料呀，然后看一些什么这种小海米啊、酱菜，然后下面同样是有这么大的空间啊，是一个冷藏室啊，一个。储存的哦，我看到这两格写的，一个是干湿随心空间，一个是零度变温空间。对，那非常尖，也非常尖。然后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母婴空间。哦，它是母婴空间。对，这个一整个都是我们的母婴空间。那这个呢，我们是通过这台冰箱，它外面的这个一个控温面板，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亮的。通过这个控温面板，它有一个变温空间这里。然后呢，它上面有三个模式，第一个是母婴，然后第二个是零摄氏度氧鲜。哦，意思就关上才可以。对，意思就是说，就是单这一个空间，它然后它能够有保持它的温度。对，有三种模式，那是很方便。对，第一种模式是母婴，那这个来说的话，通常它会在40摄氏度左右，是比较适合我们留存一些宝宝的辅食啊，或者是一些奶制品这样子的。但是这个40摄氏度左右是它会上下浮动的，因为它要根据整个冰箱的一个空气的循环，然后。来懂了，所以就是有这个好冰这一块，所以就是说它这个母婴空间它的那个温度，它这个母婴模式，对，它里面它的温度是最适合宝宝，就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小 baby， 然后还是稍微能跑跑跳大 baby。合适他们吃的食物的温度都可以存在这里啊！你听到他现在在叫了，就是我们的冰箱开门的时间太长了，对，开门时间太长了，然后他会提示我们，可能是你有的时候啊，冰箱没有关严，就关到这种程度，他会提示你，然后就把它合死就好了。那如果说暂时还没有宝宝的，其实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功能先关掉，正常用？对，可以关掉，然后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完整的冰箱。但是像我们其实有很多女性朋友爱美，装一些面膜呀，或者是护肤品，是不是？那我们用这个控温的空间。其实也更好，我觉得可以，是不是？对，因为有些温度的话，就是我之前用过一些冰箱，然后它就是那个温度不可控，它有些靠近里边的就特别冷，对 对, 对，然后靠近外边又有些保温不够，那样，然后那个面膜有时候放那结冰了，对，那样拿出来还要解冻，还要解冻，就是已经不能用了那个面膜，对，真的是，而且那我们说到这里，就是我们这款冰箱它是一个风冷无霜的冰箱。它的温度，它的里面的空气是整个循环起来的。那这样的话，它的整个的温度空间的话，它就更加的，怎么说呢？恒温一点。恒温就是都一个温度。它叫风冷无霜冰箱。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里面结冰的现象。这样整个我们清洁冰箱的话，周期也会更长一点。哇，你是要找人来清洁一次冰箱要200-300块钱吗？就把那些冰给它铲掉，而且自己清洁的时候那个味儿啊，那个味道真的对，自己很难，要把家里的所有的刀都弄坏了。我清洁过，是不是？所以它这个是不会容易有这样的结冰的情况。哇，这个真的很好，就是后续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省心的冰箱，对，对不对？超级省心。而且这个冰箱，我觉得它不算是很笨重的那种，它是很纤薄的设计，对不对？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啊，就其实买的房子可能没有那么大，他所以给他留的冰箱的那个位置呢，是可能对，就可能留一个传统的单，就是那种三开门的冰箱。是的。但其实这个冰箱，我觉得它是可以基本放得进去。对。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面板是比较薄的，然后比较符合我们现在这种简约啊，这种大容量空间的设计。那是不是这种冰箱它是可以嵌入的？对，是可以嵌入的。那很好，很省空间。而且它整个设计是比较好看的，比较有质感的。这样一种设计，然后你摆在客厅里，其实也是那个叫什么高级灰。对，而且它的质感不是那种亮亮的，就是是那种有点那种磨，有点对，磨砂、拉丝、磨砂质地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也是不会留什么指纹的，这个还蛮好的，真的耶，不会有指纹，这个蛮好的啊。然后跟大家来说价格了，说价格了啊。我们这款冰箱日常的活动的价格是4999，今天我们在直播间直接降多少钱？降
1300块钱，这样1300，每次就是出现在直，就是每次看直播，然后或者是本人来到直播间现场，我都觉得就是钱不是钱，就不要钱，就都等于就不要钱，对吧？会有这种感觉吧？会有这种感觉，也能明白为什么就是看直播的时候自己为什么那么热血沸腾，然后就是包括自己来做主播也觉得非常的热血。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价格是你错过了就没有，就是这直播间一关了就不会有这个价格了啊！这个是在我们的链接号22号链接，荣升的冰箱，荣升的冰箱，今天的价格是3699，3699。好，主播，下面我们介绍的是，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也是一个家用电器啊，往右边看，看这里。哇，到了冬天了，我觉得家里必须要有这个，必须要有这个。你们家有没有就是这种燃气热水器？我因为我前阵子刚好在横店拍戏，然后呢，横店那个酒店的这个热水器有个让我非常头疼的一个毛病，就是我如果前面加了热水泡了脚，我在洗澡的时候热水就不够用了，等它，对，是不是我就得等它，然后等的我泡脚的水都凉了，它都没有烧好，就是热的特别慢，对不对？这是第一，然后是这个，然后我们家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是声音极大，就是感觉整栋楼都知道你洗澡了。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一般我下班又晚，然后就是回去以后，我觉得我一开就砰砰砰砰，就感觉整栋楼就被你弄醒，就知道说这栋楼里这个人又洗澡了。洗澡的时候烧水的时候都很对，因为你知道这种它一般是连家里的所有龙头嘛，就你打开所有它都会启动一下，所以我觉得声音大对我来讲是个特别大的一个困扰。我能懂，因为有时候我回家也比较晚，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妈妈已经睡了，然后就会担心，就是哎呀洗澡会吵到他这样子。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的 A.O. 史密斯的 A.O. 史密斯新一代的燃气热水器啊，然后小七也是请到了另外一位帮手，对不对？没错，我请到的这一位是 A.O. 史密斯电商运营的负责人何晓东，何总，欢迎何总，欢迎你。大家好，主持人好。你好，粉丝大家好。哇，你好，你好。哇，今天送什么福利？我们先给大家来说啊，对，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跟小七也说了，就是噪音对大家的这个困扰是比较多的，是因为前两天我在看那个耳机，耳机现在都要买降噪耳机，是降噪耳机，它中间有一个基础的标准，就是40分贝，我们的这个全新升级的一级金燃气热水器，它就能达到全程40分贝。40分贝相当于图书馆级的静音标准，图书馆就是没有声音啊，几乎就是没有声音啊，对啊，对，然后这个热水器，它装了一个消音器，就它怎么才能静音？其实一个热水器它要点火，然后它要进风，它的风机要转，这都是产生噪音的这个来源，那这款热水器第一个就是我们采取了这个上抽风机的一个系统，改变了它的风道，然后用了这个上抽风机，然后进气的这个经过精确的计算，然后呢能保证它的电机的旋转速度，哎，那我们基本在4圈转左右。那我们能够听一下，就大概的一个对比，你看这是。啊，对对，烧水，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是不是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整个小区都知道你在洗澡，普通的这个热水，对吧？对，再看，是的，这是就这么多，就是这个声音。哦，所以你看它这个位置有分贝的显示哦，你看它刚刚这个已经到快50几块往上了，这个连40，这个才40，对，就40左右，就是它能保持在这种声音，就是它打火，包括后面在运转的过程当中一直这种声音。我说它是里面是真装的一个消音器，因为在进风的时候，进风它的声音也是很大的，它里面装了一个，就是从这个手枪那个消音器的设计，这真的很神奇。我觉得进风的时候，它是经过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消音系统，我觉得就是光这一点，我觉得想得很到位，非常好。然后呢，还有用了这个隔音棉，它的这个盖板啊。一般的热水器就螺丝拧上去，它在这个盖板的后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密闭的隔音棉。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家里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有老人的，对，也很适合这个热水器。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面
贴了一个这个一级静音 CCLC， 就是中国家电院认证的，一级静音的这个标志，就是就现在是市面上唯一的贴上这个标志的，唯一一个燃气热水器贴了一个静音标志的，所以是很用心了啊。真的，这个是声音的问题。那刚刚小七说的那个问题呢，就是泡完脚之后洗澡就要等。对，因为我了解的就是热水器它很多都是那种先烧嘛，但是它也就这么大容量，然后呢你要是之前尤其在冬天的时候你做什么你都要用热水，对，你洗手刷牙，然后像我刚刚说我泡脚泡完脚之后没有热水了，我就得等。对，那这个热水器在这个方面怎么样？就是因为这是一款那个正常的这个燃气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其实它是热水都是源源不断的，但是中间都有一个冷水段。其实大家要是看这个史密斯的，就是包括现在市面上的产品，其实它是这款是没有，还有其他有那种零冷水的功能，零冷水的功能加上零冷水的功能之后，就是你一开就有热水，一开就有热水，但是不是今天介绍的这款。但是燃气热水器，就是它的这个就是基本上一开就有，但是一般的燃气热水器都有这个冷水段。对对对。如果是没有冷水段，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史密斯也有这个零冷水的。哦，有零冷水的这个燃气热水器。就是 A.O. 史密斯的热水器，什么样的都有。对，是。对。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它会有那个阶段，但是它会说相对来讲，它不会有这样就是感觉要等的这个阶段，可以这么理解吗？这款热水器？应该燃气热水器都是很快的，都是很快的，对对，而且它还，不光是更静音，而且是更耐用，因为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燃烧系统是采用这个不锈钢的，八年可以保八年。就是这个八年的水箱不锈钢，对，就是不会像以往的那种热水器特别容易就是生锈啊，或者是什么。对，因为以往的热水器都是采取脱氧磷铜，铜是比较容易上锈的，然后但是它是原来不锈钢，长知识，对，长知识。所以这个其实是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用，对不 对, 对？因为有很多地方今年特别冷嘛，对。然后我看很多小伙伴就会发说家里那个没有完全没有热水了，因为一旦到零下以后，很多热水器不能用，打不着。为什么呢？太冷了，更防冻，太冷了。对，太冷了，它点不着，点不着。这款热水器也没有问题，它可以用，它更防冻，只要你把那个插座插上。它其实带这个进水的电辅助加热的。它是有电辅助的，它就是进水口，它其实是你只要插着插座，它就不会冻住。它是不会冻住的，它是就是你在东北啊，在什么都没有问题。因为你知道我是一个南方人，很难很难的。我是出生在深圳的一位南方朋友，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热水器，他说更耐冻，我说更耐冻什么意思？然后我就专门就请教了何总，然后何总就给我讲了一段，总之就是在北方的城市，它很容易结冰。就是在在往早一些年代的时候，那个热水器很容易结冰，结冰了之后就别说热水了，连水都没有。对对对，但是这一台热水器它就是新增的那个功能，它就是可以防冻，防它结冰，防止它结冰。对，所以今天这个燃气热水器它是更静音，然后更恒温，更耐用。更安全，更防冻，更防冻，哇，五个，非常好，对，真的很好啊。然后相信大家呢，如果家里面的燃气热水器，你比如说觉得有声音大的问题，不够热的问题，或者速度慢的问题，或者是各种各样你已经无法忍受的问题，想要换一个，或者是新装修的房子，你选择它真的很好，因为它还有一个八年的一个质保，它里面的整个的是不容易生锈的，啊，商用级不锈钢。对，然后关键是我们从小到大看到 A.O. 史密斯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比较贵的牌子。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是这样的啊，直播间是这样的，这个活动价是4598，年货节的价格现在的页面减完之后是4398，你任何的满减之后是4398，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再降100，还要减4298，直降300，直降300。现在这款热水器是在，因为这个是在史密斯，因为线下有非常非常多的门店，其实在线下卖的是第一爆款，就最爆的，是第一爆款，在线下你到门店去基本是不降价的。哦，是就是4598就不降价，但是今天特例在降在咱这个直播间降300，只对直播间的粉丝们。你看，就是小七来了，你看主要是因为小七来了，对吧？不是啦，我觉得是因为就是
噔。对，主要因为刚才下面讲的今天是年货节，然后又有小七，对吧？对。然后感觉我跟小七在一块儿就是叫什么？就是追光吧，哥哥跟强强联合。主要是啥呢？刚刚虽然是一段商业互捧，但是没关系。重点是我们今天真的有实惠带给大家，只要4298，在23号宝贝链接，这个真的叫手慢舞。真的手慢舞，我相信了解过的就知道他们家是什么价格，今天能降300块钱真的不容易。而且就是马上过年了，其实家里的一些大家电都可以换起来。对，因为你接下来就是要新的一年，要新的家庭，然后去迎接新的一年。对，春节在家有个这么舒服的热水器给大家洗个澡，哎呦，全家这么舒服的一件事情啊，对不对？又很安静，真好，真好。嗯，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总来到现场啊，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一个价格，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大家都拍完之后，拍完的抽点奖吧。抽奖现加的吗？对，真的抽吗？是现加的。真是现加的。这我真不知道。都不知道。抽什么？因为马上要我们引出下一个介绍的产品，对吧？就是只要大家说到热水器，对，滚屏在这个弹幕上，在弹幕上发这个史密斯一，是数字的一，一级静音。燃气热水器，主要发这个，我们抽5个。接下来的这个，对，接下来的艾欧史密斯美容花洒，花洒对，是不是？我们给大家送这个花洒哦。对，页面上应该是798。这个哇，798。这个花洒不简单的。这个除了何总之外，没有人知道的抽奖，我们带给大家5个，是真不知道。五个，798。来，何总，我们说要抽什么？史密斯一级静音燃气热水器。一级静音燃气热水器，我觉得字有点多，会小一点更好一些。一级静音热水器可以，好，一级静音热水器，静水器，大家众说纷纭，真的是很临时啊，因为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史密斯一级静音热水器，特。其实今天彭总非常想让大家知道的是来自史密斯的一级静音燃气热水器，但是大家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它是一个一级静音的，已经有朋友打出来了。来，我们就这样吧，就史密斯一级静音热水器好不好？因为很多人在打了，好吧，我们抽5位，我们一会儿多剪点评，一定要把史密斯一级静音热水器打完。汉字一还是数字一？数字一。直播间宝宝们听好，是数字一啊，不要打错了。史密斯一级静音热水器，然后我们要抽5位宝宝，然后是这个798的美容花洒，价值798的史密斯美容美肤花洒，很厉害的一个花洒，一会儿都给你们讲，很厉害，很厉害。接下来要准备倒计时，好，五个数，嗯，准备好，来喽，5、4、3、2、1，来拍屏，我们5位啊，5位。好，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洒真的很好，姐妹们，下面姐妹们，这个花洒，先看一下，女孩必备啊。1、2、3、4、5啊，我们这5位来给大家看一下。好，跟我没关系。来，我们小七快速给大家念一下。OK。来。那我和何总，我们一人念一个吧。嗯，前5位哈。啊，对。第一位中奖的朋友的 ID 是锁子玉。锁子玉，恭喜。锁子玉，嗯。第二位，恭喜你。第二位是 QQ 小飞1110，恭喜。来，第三位。第三位是淘气11的窝，恭喜你。恭喜。下面一位是爆款桑城店，恭喜。恭喜，然后最后一位是淘宝 ID TB95212065 的朋友，恭喜你！恭喜以上的5位，掌声送给大家！大家得到的是价值798元的一个美容花洒，恭喜大家！好，谢谢小七，也非常感谢何总，真的今天真的很有诚意耶！对，就是太有诚意了，没抽到也没关系，下面我们就卖这个花洒。我觉得你们两位都好适合当主播呀、啊，真的。然后也希望何总呢，以后可以多带好的产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百亿补贴欢迎你啊！谢谢何总，谢谢，休息一下，谢谢、啊。好，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讲这个花洒、哦。我们刚才说这个花洒，就来这个花洒。嗯。哦，不是数字，是不是？因为刚刚小七主播非常严格的说要打那个一，对不对？我们现在来给他是吗、后面还有没有？后面来看一下那个截图，对不对？
你知道直播间很严谨，就是因为就是、那个、对大家都比较公平，这样对、嗯。刚刚我们的最后一位是这个啊，655，然后现在还念一个这个位，这一位，嗯。OK。嗯。刚才念到的第一位朋友很遗憾啊，嗯，就是打错了。对你错了一个字，你打成了是汉字的一级、嗯、所以很可惜，不过没有关系、嗯、我们接下来就卖这个产品、嗯、你可以关注一下、嗯、然后把这个名额现在顺位让给这个、嗯、这位朋友、嗯、ID 是 TB7288292449 的朋友，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来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阿祖给我，给你啊、嗯、来恭喜恭喜哦，来截个屏，截个屏，三二一截屏，好 OK 好了，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花洒啊，对，刚才我不是一直在说吗，我说这个花洒它不简单、嗯、它跟普通的花洒不一样，而且非常适合就是非常适合我们女孩子，因为它这个花洒它叫做 AO 史密斯美容美肤的花洒。花洒是怎么美容的呢？嗯，这个是说它里面有那个过滤器、哦、它可以过滤到自来水里面的一些、哦、就是对皮肤对头发都很不好的一个成分。嗯嗯、哦、嗯，就是我们在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包括在沐浴的时候啊，你知道肌肤和这种水分可能会有个接触，然后就容易被氧化，产生像那种自由基，女生就很害怕自由基三个字、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所以我不懂啊，因为我之前过得非常的糙，我真的就是觉得花洒就是花洒，有什么不一样吗、哦嗯、然后但是呢这个就是啊，原来我之前就是这样子这么糙的，就这么过活了，我能活到现在还能一直就是这样子已经很不错了，主要是就这么过还过得挺好，是不是？也不是过得挺好，其实可以更精致。对，能更精致，可以更精致，但是就是这20多年就白过了啊、嗯、其实现在知道也不晚啊，也要介绍给大家，因为这一款呢不仅仅是说对我们的皮肤好，重要的是什么，对头发很好，因为你知道吗，自来水而且每个地方的这个水质不一样，有很多时候你如果用那个水直接接触头发你觉得洗干净了，但其实它没有经过过滤的水当中呢有很多那种杂质啊和那种余氯，其实会让我们头发特别干燥、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同样的洗发水每个人洗不一样啊，是我在洗发水上面我会用一些无硅油的，嗯，因为如果说它太油了的话可能会头发会脱发呀，或者是它就会变得很干枯啊什么的，嗯，然后这个就像刚才阿祖哥说的、嗯、它是能够过滤掉自来水里面的一些自由基，然后还有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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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大颗粒的杂质，绿大对对对余绿，然后大颗粒的杂质，是的，对，它去除掉了之后其实你可能一下没有感觉，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久而久之它会对你的皮肤还有对你的头发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对的，然后这个就是在我们的花洒里面的、嗯、啊，花洒里面的它是一个什么，它叫维 C 滤芯，一般我们的滤芯都会是说啊里面放了那种碳啊，或者放的是那种各种各样的清除的感觉，是些化学物质。嗯，这个里面是维 C 滤芯，就维 C 一般我们会说是对皮肤好啊，对不对？嗯、我们要补充啊，实际上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的美容是相关的。然后它在让你洗澡的时候，不仅仅是说美容美肤这么简单，重要的是很舒服。这个花洒，因为它的这个面盘很大，嗯嗯。嗯，那它这个，而且它的出哦，我知道它有个功能非常神奇，就是突然想了起来，就是什么？就是因为像是平时我们家居住楼住的比较高的话、嗯，它那个水压会不够，但它这个花洒它有一个功能，它是可以在它可以自己增压哦，就它的那个喷淋高度，就是你把那个花洒这样平放，然后它这样。就是那个它可以这样水压出来，对，它这样喷出来的高度是普通花洒的2倍，嗯，完全就不用担心那个水流不够，然后你要洗澡就是又冷然后又要洗很久这种烦恼。嗯，我们有这个花洒的那个视频吗？如果有的话可以给我们放一下啊，可以给我们放一下哦，也就是它其实本身可以增大一个水的压力，有的时候我们冬天洗澡、嗯、真的很害怕那个水，你知道吗，小小的就是感觉说要洗很久，然后还冷，还冷，你知道吗？洗完之后就是感觉没洗完那种感觉。对，啊、有好多宝宝在给你留言说小七功课做得好足。嗯，我是真的做了功课，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既然来这儿，我既然要争夺这个直播间的主播的一位，让给你，让给你，让给你。那我必须得做足功课，而且我觉得我也有义务就是嗯。
带了这些好用的产品给大家的时候，我也必须有义务去了解它的每一个功能、和它真的好用，和非常它优秀的地方，都比较适合大家使用的地方都要推荐给大家，要不然怎么安利呢？因为刚刚大家有很多人在扣说讲解得很专业，说很细致，很适合带货。你觉得你自己是个适合带货的人吗？我只能说我比较真诚。哎，真诚真的是带货的第一步，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感受，然后讲真实的东西给大家。对，我是，你看大家刚才就比如说我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然后一直到直到那个导演也在后面快，时间不够，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尽可能的把能够告诉大家这个产品好在哪里告诉大家。是的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介绍能够把这个好东西带回家，然后真的也会有像小七一样的使用的感受，对不对？对啊。然后我们这一支滤芯哦，如果一家三口正常使用的话，也就是说一家三口每天洗一次澡，这样用的话，一支滤芯可以用100多天，你不用去频繁的换滤芯，而且换芯上方便，你直接给它拧下来转上去就可以了，这个很好。然后呢，这个洗澡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少女心的，因为我之前看他详情也说它是会有那种就是那种柠檬的香味，会有那种柠檬的香味，就是会我刚刚闻了，就是会你在洗澡的时候觉得说，哎，不是我的沐浴露为什么是这种清香的味道。就是这个东西放进这个滤芯放进去之后，它不仅是有维 C， 然后呢也不仅是就是它有养分，可以补充养分给你的头发和皮肤之外，它还有一个柠檬香味。真的好闻。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纠结，就是洗完澡之后自己不够香香了，因为你有这个你每天都是香香的。真的是那种小橙子的味道，柠檬的味道，就是很少女的那种味道，我觉得清清淡淡的那种感觉，柠檬香，对不对？好，这个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看看多少钱啊。24号，这么，我天哪。因为刚才何总有说这个花洒在市场价是788，对，但是今天在直播间非常的优惠。哇，我们有一个300块钱的补贴专享券哦，所以是立减300块。今天我们的补贴券后是488块钱，488块钱，这个在冬天我跟你讲，你买个它又香，然后那个水分又大，关键是它可以给你过滤掉杂质，它过滤杂质，而且可以用很久，对，对不对？还有你觉不觉得这个很适合送人？我觉得很适合送，不光是送姐妹，我觉得其实家里有一个都很好，因为无论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水压，它能自己增压以外，然后其实它能过滤掉自来水中那些对人体不好的一些杂质，对皮肤不好的杂质，都是很实用的，对，很适合送人。就它特别适合送给什么呢？很多人在过年搬新家嘛，你就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拿这个给他，或者你去寄给他，都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小伙伴应该都是在外自己租房住，自己租房的话他可能就是对一些配套的设施他就没有那么高要求，但是像花洒都比较小巧，就是比较方便去更换的话，我其实觉得换一个也非常适合。就哪怕你说住了一年换房都没事，你应该把拧下来拧下来带走用。而且你在这里，你在你自己租的这个房子住的这一段时间里，对自己也更好一点。房子是租的，但是生活是自己的。打工已经很辛苦了，那赶紧就是用一下这个花洒防脱发，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头发也好一点，好一点啊。这是在24号宝贝链接，24号宝贝链接，今天只要488，啊，好，488，这是一个养肤的花洒，很好用啊。啊，这是限量的。哦，我们今天不多哦，我们只有5000个，只有5000个，只有5000个，这个不多的，还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东西，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啥？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我自己身上也带了一个。也有，你是因为我其实家里有很多个。家里有很多个，但确实是挺多的。这个是。哦，你这白色很好看啊。M1 彩虹糖真无线蓝牙耳机。因为我就是酷狗公司的，然后呢，就是每年过年，然后公司都会寄一些小礼物给我，所以我自己就收获了很多这样的，一年攒一个，一年攒一个，一年攒好几个，对，它的颜色好漂亮，它的颜色非常少女，当然也有很酷的颜色，就是黑色，这个蓝牙耳机，就是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很爱听歌嘛，对，然后像是我读书的时候，就每天，老师
没在看直播吧？没事，我已经毕业很久了，带手机也没有关系，就是会带用耳机在公交车上面听歌，但是有时候那个耳机线是就是很麻烦，很麻烦。对，然后现在慢慢蓝牙耳机流行了，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因为我也用过很多蓝牙耳机，我觉得这个蓝牙耳机首先它很轻，对，然后它也很小巧，很好看的，很轻很小巧。它这一个单一只的耳机就4.6克，然后给个特写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很漂亮，蓝色的很好看，好好看。我觉得我最喜欢的颜色啊，你喜欢哪个？大家可能就会买糖果色，我都挺喜欢的。这黄的也好看啊，这三个是糖果色啊，就是你看这个粉色贼少女，是的，真的很少女，这个粉很好看。哦，其实公司能不能再出一个橙色？就是大家都在说要买橙色。对，因为我的应援色是橙 色,、橙色，如果我也能拥有一个橙色就好了。我觉得会有，真的会有。先说外观嘛，就是颜色很少女，然后特别有质感。然后这个耳机壳和耳机盒和耳机本身都不重，戴了像没有戴一样，而且它个头也非常小，就不会觉得就是你一个蓝牙耳机还搞这么大一个，就很拿着很不方便，尤其是女孩就背小小的包，然后包里又装很多化妆品啊什么的，已经没有地方装蓝牙耳机了。然后这个听感的话，因为我会经常会需要就是听我专辑的 demo 和有时候录一些新歌的一些 demo 啊，或者是经常听歌，我会觉得对音质会有一些要求。然后呢，这一款蓝牙耳机的话，它戴上去它的低音特别好，它低音特别有感觉。我有一首歌，我新发一首歌叫《过滤镜》，然后它是偏摇滚的，它很多鼓，然后你戴这个听，你就能够听清它的那个鼓，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是你用好的耳机是真正尊重音乐人的，因为它其实本身对音乐有很多层次，写了很多，但是你可能一般你听的时候听不到，但是用好的耳机它就是层次很清楚。对，你这个它，我觉得它。这个彩虹糖它是在它这个价位中的音质是很良心的，就是尤其是真的你爱听那些有节奏的啊，然后又爱听什么摇滚啊，或者是那种重低音，很不错，很不错。橙色已经卖光了，小所以是有橙色啊，我之前收到的一直都不是橙色的。哦，你看，只有橙色的是缺货的。小七，你还推荐哪一个颜色？除了橙色之外，我就说有绿色，今天直播间没有绿色。因为我家里有一副绿色，但是没有给我寄过橙色。那今年应该能收到一个橙色的。今年也该橙色了啊。我是觉得它每一个颜色都很好，因为你说像酷酷的男孩的话，这个黑色是不是很有质感？好看的。对。然后它这个外形就是小小颗，真的像彩虹糖一样，我觉得戴上。因为你说现在戴蓝牙耳机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像我这种没有耳洞的，我有时候戴个耳机，我觉得特别有造型感，就很适合。是的，而且它的续航能力其实也蛮好的啊。它的续航很厉害，就是你晚上在家里充满电之后，你就戴这个盒子，然后你续航个20小时没有问题。哦，也就是第二天你整个一直戴着都没事儿，对，对不 对, 对？一直可以续航啊。所以它是颜值很高，然后又是小七亲测觉得音质非常好，音质不错，层次很丰富，然后关键是续航还很棒，就是在蓝牙耳机里面，我觉得你想要的东西它都能够有了，是不是？超级就是性价比超高的一个耳机。因为我们今天看到它的价格啊，真的很好，25号链接，补贴价日常补贴价是109，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是99块钱。99，你看我说什么？你说一个这个价格的耳机，然后它无论是外观，然后还有是它的便携性，然后还有它的续航能力，然后还有它的音质，感人，只要原价129，今天在直播间不到100块钱。绿色也卖光了，你看我说什么？就是小七，快再说一个，你再说个颜色。那就粉色吧，粉色吧，粉色很少女的，这个粉叫淡山茱萸粉，哇，那个颜色就说这个名字，这个粉是那种一点点都不俗气的那种粉，对，淡淡的，对，很土的，然后也不是荧光色的，淡淡的粉，它是那种马卡龙色、糖果色的。对的，然后这个粉我跟你讲，戴在耳朵上，它就会显得很清新，完全不会说显黑啊或者怎么样，也很适合学生党。对，蛮好看的，蛮好看的。反正现在我们就其他颜色卖光了吧，大家就买一波粉色吧，粉色真的好看，女生又没得挑的，好不好？什么？
看大家什么粉，比如说听宝贝的马卡龙粉、橙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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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橙色和那个绿色能补吗？橙色能不能补啊？看能不能橙色能不能补啊。Hello, Google, 是的，这真的太熟了。哦，对，它不挑手机，就是你有蓝牙就能连，全部都能连。对，好，然后这样我们就聊聊天，看能不能补货，跟大家聊聊天嘛。对，我今天你带它，我当时在用它听歌，然后呢，旁边那个今天对流程的姐姐在。我完全听不见，是不是？然后我自己在那儿，我在记东西，然后就感觉他在动，好像是不是在跟我说话？那个人在张嘴，是？你在跟我说话吗？不好意思，在听歌。就是他的这种降噪的能力其实是蛮强的，就是不会让你受到外界的周围的环境。对，他降噪也不错，降噪也挺不错的，蛮好的啊，好不好？然后如果说粉色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现在拍粉色，橙色、浅绿色，我们帮大家看能不能补货，好不好？橙色的目前加不了货，但绿色的可以看看，正在协调中。哦，绿色酷狗蓝也不错。我觉得酷狗蓝也不错。好。然后想买橙色没关系啦，下次我们再带这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来买，好不好？要不出个套盒吧，就是每周带一个，每周带一个。反正它也特别便宜，就是特别划算。可以出个那种盲盒，就是你拆开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对，我觉得盲盒特别好。我像我一个喜欢收集盲盒的，我又会一套给他买齐。你也喜欢盲盒是不是？我很喜欢盲盒。我也超级喜欢。因为我觉得盲盒每一件其实我都喜欢。然后呢，每一次你开它的时候，给你那种惊喜感都不一样。是。然后等到慢慢到后来，就会想要收集一整套，直接买一整套，对不对？啊，好，接下来。好像接下来你过几天会有一个活动，对不对？是不是？对，我接下来跟大家来我接下来就是聊聊要是接下来的活动哈。对，这几天嘛。对，这几天我是已经带好了七天的行李。对，是今天昨天来到杭州，然后明天要从杭州前往澳门。澳门会有一个活动嘛？对，会有一个活动。今天有看到宣传，所以其实我觉得小七，像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可能从比赛或者比赛之前就开始关注小七，然后从成团到现在有特别好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小七最好的一点是，他会一直给我们惊喜，就是他身上的那种定义和标签，我觉得是一直在有不同的东西往你身上放的。你自己会会有这种感受吗？就是想要给更多的东西给他。其实像我的话，我感受没那么深，只是我会觉得没有试过的事情我愿意去尝试。然后之前能做的事情我也并没有说就觉得他就是因为被更多人喜欢了，然后所以就把它放在那里，就觉得自己做得挺好的。我觉得人是一直需要学习和进步的。对。大家有上面有写就想听小七唱歌。我唱歌吗？要不要唱两句？我唱两句。好啊。来，过滤镜吗？还是？对，我可以给大家唱一下，唱一下我首专的第一首歌，然后也是第一首主打过滤镜的片段给大家。来喽。我想一下，别忘词啊。小小的我依然想要和世界碰撞，赤脚跟疯狂徒手去摘星光，像巨人一样红过眼眶，撞过南墙，错了又怎样，没点泪光也要闪亮。什么来着？没点泪光怎么闪亮，把梦擦亮，就算是星星之火的光芒，也要跟他。歌词真的好好哦，红过眼眶，撞过南墙，错了又怎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一直坚持的一个态度，而且特别勇于尝试。对，其实这首歌的风格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的，是一首少女摇滚，然后偏日系摇滚的这样子一个风格的歌。对。然后歌词的话，也是我觉得，想跟大家表明一个我的一个态度。对，因为现在其实，其实大家看我们都会有个人的标签，然后或者
看某一件事情就会立马给它贴标签，然后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事情。是，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就是过滤掉这些标签。嗯，其实是一直会用一个新的身份或者一个新的形容词来给自己定义，就其实不是靠所谓的人设，不是靠所谓一贯的印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我是觉得与其戴有色眼镜去看事看人，或者是你已经提前给他贴好标签了，你不如就是自己去感受这个世界，自己去感受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情。这样子更真切，然后更直接，然后也更真诚。所以其实今天来到我们的百亿补贴直播间也是你一个很勇敢的尝试，对不对？是，我觉得是这几次的就是直播间带货的一次经验。然后呢，这一次是真的彻底带货了。对，感觉怎么样？不，我觉得很开心。很开心。对，然后也看到如果大家说是有因为我们就是努力的去告诉大家这个产品怎么怎么样，然后成功安利给大家，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一件事情。还会想要再来到我们直播间吗？如果有机会那当然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氛围还是非常的开心的。是，如果大家想要再看到小七，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关注我们聚划算百亿补贴官方直播间。今天非常感谢小七啊，然后很开心能够在谢谢阿祖，我们本身已经其实是节奏很赶的一个直播当中能跟你聊天，我觉得很开心认识你。我觉得很开心的是什么？因为你说像我的话，我是觉得我就刚才在这里说了，可能半个小时40分钟这样子。但是阿祖哥他是全程就是把热情都放在这个直播间，然后放在他要，所有在正在看直播的所有的那个小伙伴们身上，他也是真的真情实感，然后真心想要给大家更好的。给大家安利更好的适合大家然后能够提升大家生活幸福感的一些产品给大家的，所以我觉得阿祖哥也非常的棒。哎呀，太感人了。对，谢谢小七。因为就是我在这里跟你这样子唠嗑，然后跟大家这样聊天半个小时，我的收获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你能够每天或者每周然后这么长时间充满热情，我觉得就是要感谢像阿祖哥这样子的优秀的人。感谢大家，感谢小七，感谢小七。其实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的什么叫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你知道我们聊了一个小时了，我们真的就完全没有感觉。对不对？就是 我之前看装档的话就是半个小时，我以为我们就说了半个小时。所以今天小七真的非常敬业啊！小七今天其实本身的时间的档期没有安排那么多，但是呢很认真然后很详细的把他知道的产品的细节包括接下来的一些打算包括自己的一些心里的话吧，我觉得都告诉大家了啊，也是不辜负大家等了那么久啊。对，我觉得大家也很捧场啊，因为大家很喜欢你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烂漫云，也希望小七可以多多来我们直播间做客，好不好？好、啊、谢谢大家，谢谢小七，谢谢。那我们下次见喽，下次见谢谢，谢谢阿祖，谢谢，下次见，谢谢，下次见，拜拜，谢谢你，拜拜。谢谢，辛苦，路上注意安全哦。好，还要继续加油。谢谢，你要继续看我们直播间。我先吃，然后下点单。哎，对，那个奶枣带走了。哎，还有这个车厘子，给小七拿一点。哦，这个车厘子超级好吃，我们直播间都卖爆了。拿几个车厘子吃，超好吃。拿两个，多拿几个，我们车上可多人了。好，拿个袋子给他装点。好，谢谢小七，拜拜。